他现在邀请了2008年在纽奥良 NBA 明星赛，当时打败 Rudy Gay、Joel Green 还有 Jamal Moon 的霍华德，现在来到了场上了。他要飞越霍华德吗？来看一下刘志廷。接下来刘俊廷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网友本来有猜说他是不是要飞越阿修罗，但现在看起来不是。这个太犯规了，秘密武器。他现在邀请了2008年在纽奥良 NBA 明星赛，当时打败 Rudy Gay、Joel Green 还有 Jamal Moon 的霍华德，现在来到了场上了。他要飞越霍华德吗？现在非常紧张。哇，其实阿修罗的身高比较高，但是 Howard 比较大牌，撞到压力会比较大一些。对，毕竟不是自己的队友，赔不起啊！应该要先买个保险。开始计时，计时开始，给俊廷一个尖叫声。所以他准备要飞越接近七尺的霍华德吗？来看一下刘志廷，哎呀，哇哦，哇哦 ，unbelievable！ 看看霍华德的表情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飞跃！哇，我的天哪！这个灌篮，黑人问号，刘志廷一次成功！我的妈呀！再从不同角度来看一次，各个角度欣赏一下飞跃魔兽的，就是这么一灌，我相信俊廷已经成为全台湾最会灌篮的男人。是，霍华德其实刚刚也有一丝丝的害怕，他心里非常的抖，哎，这一次直接从他的身上给压过去，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到底看了什么？黑人问号在台湾出现，来自台钢猎鹰刘俊廷的灌篮，看几次的玻璃，真的不得不说，其实俊廷的身高是不到190公分啊，但是频频在这次的灌篮大战里面做出这种不可思议的灌篮的动作。球迷来评分，哇，我你知道吗？我赛前有传讯息给他们，我说真的希望你们就在我的社群上说，希望让我走路有风。我待会走出体育馆，我应该用飞的。不至于输了吧？请给分。十分，投篮好哎！给出十分。好的，评审给分是5个10分。5分，刘俊廷。